靠，我跟雨辰玩直接拼有什么感觉？在机场我没看到人，一秒钟死完了，拿手枪。你是组了个挂是吧，兄弟？你让他现在拿把手枪杀一下，不要一秒钟，我给你五分钟，你拿把手枪。不是，那就跳了一个人吧，兄弟。刚这个二八吹那个不牛逼，我给你吹个牛逼的。我一朋友名字叫令北，我跟他打游戏的时候，哇靠，那个人在那个位置直接打掉我两个队友，竟然对面来了四个人，他掉头开摩托车不是跑，是开车撞人。在下铺 I just been this place before, higher on the street and I know it's my time to 服不服啊？就那么牛逼。那令北你有没有朋友很厉害的？我肯定有朋友，我不是跟你吹牛逼，以前蓝战飞我刚跟他一起玩的时候跳靶场你知道吧，跳靶场最牛逼的是什么？靶场里面跳了六队，你知道什么叫六队吗？我们两个人打四排，六队四六二十四个人，蓝战飞落地就捡了一把枪，就捡了一把什么枪 M16， 你打 M16 有多难用吗？三连发六十颗子弹，二十四个人全部打死。哼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还记得有一场令北一个人开了一辆车追着别人两队人跑，一念甩尾过去八个人死了。我跟你说这都不牛逼的，蓝战飞最牛逼的是什么？一个人开车我死了，他一个人打对面两辆车，两辆车一辆车上两个人，蓝战飞只有一把五连喷，不吹一点牛逼，开车过去一个甩尾切到二位，蹦蹦蹦蹦四枪，四个人全部下车，这不是开玩笑，兄弟，移动吧。各地小姐们，蓝战飞还有一个朋友，这个马小跳，我跟你说也是很强的。马小跳谁呀？就看不到一枪。马小跳谁呀？直接爆头。马小跳谁呀？马小跳谁？马小跳我知道，马小跳我知道，我听说过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令北也很强啊。哇，令北曾经开着车一路西去。令北开车一路西去，我他妈老子喷死你！